样睡舒服？七八个小时了，我这个手都木了。反正现在是没感觉了。那我给你揉揉。这手是谁的呀？感觉都不是我的。我给你揉揉。一下一下的，你别那么快。这儿。挺好的。下面一点。在后背这个再揉一揉吧。怎么你不舒服啊？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。你昨天说的是安全的。我说安全，你以为就真安全？老天爷！喂，有孩子怎么了？你这么害怕有孩子呀？我不是害怕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也想很快的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生儿育女。可是现在，那你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有宝宝了，你能在宝宝出生前结束任务吗？我努力，一定可以。真的不安全吗？安全的了。